Hello， 大家好，我是 Justin 黄明昊。我今天呢在干什么呢？我现在在拍摄我19岁的第一本杂志。所以为了纪念这个19岁呢，我们决定要来一点不一样。来一点什么不一样的呢？就我们要尝试一点小性感的风格。我们准备要印一个唇印在我的脸上，可是没有人能帮我印，对不对？Lucas， 我问了Lucas能不能帮我亲一个，Lucas说不可以，Lucas义正言辞地拒绝了我。怎么办呢？所以我现在只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我自己亲自己。怎么亲自己呢？我要先把自己涂了口红之后亲到这个镜子上面，再一边看着镜子一边欣赏着我帅气的脸蛋，然后亲下去。所以我们来进行第一个步骤，就是拿这个消毒酒杀菌的消毒的那个湿巾来给这个镜子来一个消毒先。来消一下毒啊，来这个我找个餐巾纸给它擦一下。 OK， 好了，现在就要来进行第二个紧张又刺激的。好，唇印的颜色呢，我们在黑色跟红色里挑选了黑色，因为我觉得我们要来一点不一样的，全身都是黑，那就来一个黑色的唇印。有可能是那个大家一看有可能是知道，就是皇后娘娘那种恶毒的那个巫婆给我亲的。来吧，放松不了。就像刚吃完墨鱼汁，这个墨鱼丸。可以这么拍吗？我涂个黑指甲。这一下能把那个拍杂志的人吓死。我忍不住了，你们是怎么憋住不笑的呀？我现在出去吓吓他了，我说我们下一道就做了，走。这个是封面，可以啊，可以的，可以啊，能接受吗？接受吗？没有开玩笑，开玩笑了。太好笑了，被你这么帅气的我下水了。史上第一个自己亲自己的人来了。你给我放点音乐吗？什么暧昧让人变得回去。放雨爱，快把雨爱放起来。雨爱，啥都没亲上，我真的打扰了。他就是真的是速干，他已经干了。没事，正好给你卸了就好。我重新抹一下，然后直接你亲下去就行。好，这个。看到这个了吗？是我刚亲的，真的不亲的好一点吗？都还是要为了获得杂志，还是要录下去再给我亲一遍。什么？我现在已经把唇印在镜上了，现在最重要的要把这个印到我的脸上。我来了哟，哥们。还可以，感觉。是还可以，好大，太美。行了，黑了，哎，你把这黑口都卸了，我不行了。